天父主啊，我们就是要神之名。我同小姐都講啊，你哋咁橫額做得好好啊，嗰個好大嘅影響就喺國際上啊，一個好大嘅影響係好暗中嘅，因為我哋冇咁鋪張，好似其他嗰啲國家咁熱情啊咁啊，但係我哋好平靜咁樣介紹我哋個國家俾人知道，咁啊，反映呢種咁樣嘅溫和啲嘅取向咧，能夠俾大家各方面接受，開始個平台。对我们教会啊，或者可能帮到教宗一把，能够跟中国有一个好的接触。即系呢次我哋啊祝圣礼咧，我哋见到系啊，得到好多好正面嘅回应啦，好多传播媒介啊，好多人啦根本唔识得枢机嘅，但系都好渴望能够同枢机倾，可以了解一下多啲，即系。關於中國啊，關於香港教會啊，即係都證明係外間人對書記被提作升為書記咧，係覺得係一件好值得高興嘅事，否則嗰啲人都唔會嚟訪問書記啦。